有军方高层出国访问的行程疑似被泄露，上周才发生的国安局长陈明通访台行程外流之外，现在呢有中国的网络媒体报道说，政战局长检视委中将在八月率团到美国秘密参访，包括了行程还有晚宴菜单通通被揭露。对此哦，这个国防部曾经说这是假讯息，但是呢并没有否认真的有这一趟行程。风光明媚的夏威夷沙滩，这里不只是度假胜地，更是美军印太司令部的所在地。台湾军方派员前往交流，行之有年。不过这回却传出军方秘密参访行程被泄露。从中国网络媒体《中华时报》的报道中指出，政战局长检视委中将今年八月率团到夏威夷，第一天先搭船游珍珠港，又到当地的奥莱购物中心采买，第二天又参访大丰口和平等院，被中媒形容成观光购物花天酒地，就连晚宴上的菜单鱼虾蟹肉一应俱全，通通被揭露。秘密的访问，为什么这样出来？从哪里出来的？是我们内部吗？我们跟对方来往通信联络交往的时候，可能这一段被掌控了，在空中就被掌控了，这是我的研判。如果说我们内部故意泄的，不太简单。针对网络流传所谓的外流行程，国防部经过查证，认为是敌方透过虚假讯息在操弄认知作战，而且当时抵达时间是周日，这才没有安排正式的拜会行程。中共利用台湾新闻自由的环境，以假报道、再下架等多种方式实施认知作战，目的啊，就是要混乱我内部的稳定。前有国安局长陈明通访台照片账单被流出，接连又爆出政战局长访美机密外泄，保密防谍哪里出了问题？国安体系皮绷起来，尽快补破网。记者林晨健、李明宏台北报道。周末出门，北台湾的民众可能感觉气温明显的下降，受到了东北风影响，周六还有周日迎风面北部地区还有东北部地区哦，有机会出现局部降温，最高温大约是27到28度左右。等到了下周一，也就是26号的时候，要转为偏东风的环境，这个时候水汽才会稍稍的减少。那么在昨天生成两个台风，今年第15号台风塔拉斯目前是转为了温带气旋，第16号台风诺鲁往南海的方向移动，对台湾没有直接影响。但是呢，需要留意的是，在菲律宾东方海面到南海一片大低压带，专家指出了，在10月之后生成的台风影响台湾的几率会增加。周六一早出门，北部天气明显有凉意，民众不忘加件外套，天空也不时飘下细雨。受到东北风影响，24号到25号迎风面北部东北部地区有机会出现局部较大雨势，中南部地区则是多云到晴，山区午后降雨的天气形态。北部最高温只有27到28度，等到26号环境转偏东风，水汽减少，温度才会稍稍回升。诺鲁台风的部分，它现在是在菲律宾的东方海面上面，所以它整个外围环流上面可能就是有加强一些这个东北风的一个效应哦。其实它很南边啊，而且它太小了，所以其实并没有什么共伴效应这件事情。我们这边的雨其实都还是大陆高压带来的这个东北风加强所造成的降。在台湾附近的双台，第15号台风塔拉斯向北走，威力减弱，已转为温带气旋。第16号台风诺鲁周末将穿过菲律宾吕宋岛，向西往南海移动，对台湾都没有直接影响。但接下来要留意的是，菲律宾东方到南海一带是一片大低压带，接下来还是有可能会形成台风。关岛就是日本南方海面这一块的话，应该还是会有台风在形成，应该也是往北走。我看起来的话，应该也不会往台湾这边过来。进入到10月之后的话，扰动发生的位置才会比较往南海这边调整。天气分析师预估，等到10月之后生成的台风影响台湾几率会增加。这两天受到东北风影响，北部和东北部地区民众出门别忘了携带雨具。记者桃轩干尔地台北报道。日本前首相安倍晋三不幸遇刺身亡，高雄凤山有一间庙宇也跟着降半旗，并举办了追思会悼念。而后续民间发起的募款所制作的安倍纪念铜像，在今天上午正式亮相，就是要感念安倍生前对台湾的支持。3、2、1，请揭幕。矗立在庙前，日本前首相安倍晋三雕像露出招牌温暖笑容，仔细一看，栩栩如生。
日本前首相安倍晋三日前不幸遇袭身亡，各界深感哀痛不舍。其中这间位在高雄凤山挂着日本国旗的庙宇，当时不仅降半旗，还搭建追思会场来悼念。后续民间也发起募款，制作安倍纪念铜像。二十四号上午正式揭幕亮相。安倍对咱台湾的所有贡献，大拢知影的嘛？大的怀念甲感谢。民众纷纷前来参加雕像揭幕仪式，而其实这间被俗称是日本庙的保安堂，每年都会有日本访问团前来交流参拜。据了解，主神之一的海府大元帅本是名日本军官，起源是二战后当地渔民捞到一颗头颅，带回庙里供奉。后来传出海府大元帅屡屡托梦，要求打造小型日本军舰祭祀，所以保安堂也是全台唯一供奉日本军舰的庙宇。铜像以后，就是予少年啊，拢会当来遮甲献花啊。长期以来，安倍前首相与台湾关系友好，日前不幸遇刺，各界以不同形式追悼。如今雕像落成，也让民众感念永怀。记者高雄综报道。嘉义有民众看到一名老先生骑机车在公园绕圈，而后头是跟着上百只的麻雀，就好像是在遛麻雀一样。原来哦，在这个地方常常有人固定喂食麻雀，让麻雀觉得说有食物，所以跟着一路飞。不过呢，不管说是喂食还是骑车，这样子的行为都已经违反了公园规定，依法可以开罚最高6000元。上百只的野生麻雀跟在机车后面跟着人飞，立刻引起路人关注。感觉很奇怪，就是因为麻雀不都是野生的，怎么可能跟一个人偏偏跟他走？这里是嘉义市北香湖公园，有民众在21号中午经过时，看见麻雀跟飞的奇景，直呼阿北是神奇遛鸟侠。会有这样的情形，其实是有民众固定喂食，让聪明的麻雀还学会了认人。每一个桥都嘛拢安尼遛吗？不是哦，啊！这饲的人足多，但是恁麻雀对伊安尼干哪？原来喂食麻雀的民众不止一位，造成公园里的麻雀不再主动出去觅食。我，我无必要白饲啊，我拢自己食啊。哦。啊，伊拢会食了了，你问嘛？嗯。你也袂制造垃圾啊。喂鸟和骑机车的行为已经违反嘉义市公园自治条例。嘉义市建设处提醒民众，若在公园内喂食流浪动物，恐怕会被开罚1200元到6000元不等的罚锾。记者蔡崇湖嘉义报道。